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，我们并不孤单。各种生物的存在让我们彼此依靠，持续和谐的共存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生物生存环境不容乐观，保护生物多样性迫在眉睫。地球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，而塑造这些可能的机会就在我们每个人手中。我是赵丽颖，邀您与国家地理一起，在今后的每一天共同塑造新可能。